连胜男的妈一样。对啊，胜男太像小孩，瞧来瞧去就。小，我是最小的。明明你是最小的，是吧？对啊，生气，你给这边，你给这边。非常的有大姐风范啊、哦！明明是最幼气的啊、哦！好。待会我们连盘完，再让我们摄影大哥拍一下这个独照的部分哈，请大家稍等片刻，谢谢。好，来请。终于要首映了，大家会不会紧张？对，就是票房。前天大前天特别紧张，今天已经比较没有那么紧张了，因为觉得自己真的已经尽力了，不管是宣传还是拍摄时间，已经付出最大的努力了，所以我相信一定会很好。关于片中有露腹肌，还有就是出现小小豪的小小豪，对，就是那个他不是小小豪，他是大大豪，没有没错。请问那可以叙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吗？当时情况，就是有请导演清场，所以其实现场只有男生跟一些工作人员，所以其实也蛮自在的，因为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，然后。美术组们有一些好朋友，对，就是一些选择了一些工具，就是一些 size 这样，然后看到底哪一个比较符合这个角色。所以你要就要自己看到那一幕。对耶，就蛮希望他可以达到剧中的效果。所以大家有期待吗？其他？我是还好啦。期待哪一幕？那一幕还好。在干嘛啦？我们期待别的东西。奇怪了吧？对啊。那剧中是因为就是郑翔是遇到一位神秘婆婆之后回到过去，然后要改变那个女主角的命运。那如果是现实生活中，你们会有想要回到什么时候，然后见到谁吗？其实我们好像都回到高中吧，我们每次问这个问题都回到高中的时候。然后我和郑翔还会说，我们两个有曾经一起去访问过，然后就会说，那我们回到高中就去找对方。然后一起当风云人物，天哪，那一定很奇怪，那一定超奇怪，超蠢的，很厉害啊！你因为陷害我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大包不是好人，石之田是好人，但大包对对比较狡猾。那像电影中大包是有一幕是打电话，然后假装是教官，然后告密。那现实生活中有当过廖北亚吗？没有。确定？真的吗？真的、啊？怎么可能？所以我那时候揣摩了很久，还做很多功课，还有去问以前的同学，去问廖北亚，廖北亚怎么做功课？我想知道。对啊，就是可能就是去找以前被骂过廖北亚的。那像阿胜是因为就是篮球很强，是风云人物。那学生时代的时候有因为这样就是想要吸引女生目光吗？完全没有，篮球其实超烂的。他的篮球超烂。对，他篮球是特别去练的，然后对。其他们两个小朋友篮球，我们玩那个篮球机都比他们好，分数都比他们高。我不一定哦，我没那么高。只有他们两个。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名，对不对？我第五安培。不是我第一吧？你第一。我记得我很强。我们真的玩真实玩的时候，阿胜是李全真的本人。我是最好像是最低分的样子。所以上次访问的时候还很好笑，他看着我说我是篮球队员，然后我就真的大笑，笑了好久，因为他明明是队长，但他忽然心虚，所以就讲真的太好笑了。那像电影中是因为女主角是因为出了车祸，然后但是她还是想要为了她自己音乐梦想努力一遍。那如果你们有重来机会，知道自己可以再为了梦想再拼一遍，会真的想要实现吗？可是如果还是失败的话，会怎么做呢？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当然愿意再去做一遍，即使失败。因为我相信我们这六个都是追梦人，对，就严正男所谓的追梦人，所以我们其实都永远是全力以赴，然后也希望做到最好。即使失败，但如果我们尽力的话，我们会觉得 OK， 那我又尽力了，结果还是失败。失败至少有试过啦。我觉得电影里面好像就在讲这件事情吧，就是即使梦想会失败，还是要保持梦想，这样才会前进。因为就不会想要再重来，因为一定都是当时最拼命、最拼命的决定，对。那像在松山家商拍摄的时候，有一幕就是有演唱会，然后有很多大概两三百位学生在底下听我们唱歌。那那时候有什么感觉呢？那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是蛮爽，摇滚巨星，有过干瘾，有一种开演唱会，玩得很开心。对，然后其实我们就是因为音乐一放，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就是超级厉害的，所以头一直摇，身体律动超多，很投入。但
就怕大家只有看到我们四个，因为另外两只实在太小了，一个被鼓挡住，一个被 keyboard 挡住，现在有点要被挡到。对，他们是我们乐团里面的效果系列，非常好笑。那学校拍摄有什么趣事吗？什么样的趣事？哦，以豪有跟那个学生粉丝做那种桌子，就是对，就是以豪到一个教室里面，桌子上面叫我写说刘以豪，请帮我签名。不过刘以豪坐这里，然后我就正坐在那边，然后就在桌垫上面签名。对，就蛮好玩，蛮好笑的，很有趣，很可爱。其实就这么一张啦，也没有到那么多。对，有两三张吧。一张而已，好不好？整个学校可能要一张吧。各位同学，下次我们去拍戏的话，麻烦每一个人都在桌垫签名。没有开玩笑。这样我干嘛出钱太少，塞到一张，还是自己前天晚上来塞的？对啊，提前写好。我先离开，你们慢慢聊。那这个就要上映了，你们对票房有期许吗？当然就期许越卖越好。而且有破亿女神在，一定就是我的天哪！我这你不要去给人家压力啊！超级有压力，因为本来以前没有压力，现在好像到第三部就有点想挤满三，所以拜托大家三冠王可以的，大家一定会喜欢的。帮那个。要分担一下，如果拖怎么样，你要来回馈一下。要不要拖一下？拖，我觉得我拖已经不好看了吧，我已经拖成这样子了，而且我又在拖的多一点吧。其实我他已经不能更多了吧？再多一点了。粉丝应该蛮想看的。有吗？你确定？我觉得那个画面不好看吧？我觉得因为我一个人拖不好玩，这边还有另外两位男生。左边那两个也可以拖啊。左边那两个也可以拖。我们三个真的是也没什么东西要给大家分享的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，因为音乐的部分，三个男生，音乐的部分。刘以豪他说好像破亿的话会有一个什么？没有，我自己在幻想的话，我蛮希望可以跟大家录影，这我自己乱想的。但是我自己乱想的，就是我觉得对，所以会搭档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在乱想。因为我觉得，我好想把你拉起来哦。你刚刚问什么问题？搭帐篷？露营？没有，就晚上可以萤火晚会啊，或一起看月亮。我觉得你电影里面就有搭帐篷啊，对啊。我的搭帐篷不是那个搭帐篷啦。你的帐篷比较小一点。对。破亿阿鲁巴啦，破亿阿鲁巴啦，在林森公园阿鲁巴，就在这里好不好？原点阿鲁巴。好。电影里面不就这样？粉丝排队。电影里面阿鲁巴。对啊。好不好？三。对，粉丝排队，把他们三个男的阿鲁巴。搞忘他绝子绝孙为止。哇塞，不如按个神木好了，好不好？就脚还超开，神木，哎，不好笑啊，谢谢。所以 OK， 这个可以吗？好吧。焦哥都开口了。对啊。好啊。欢迎焦哥来这里啊，鲁巴他。好。好啊。OK 啊。为什么？有点在赌气啊。绝子绝孙。我先跟我妈讨论一下，她有没有想要抱孙这件事情。不然就先去冷冻嘛。对，你先把它。我的妈呀！我家破衣要去冷冻。